环游全世界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梦想。根据 Discovery Channel 的分析，一个人大概需要最少3年零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环球之旅。今天我们云世纪国际控股集团要来创造一个历史性的神话，一个全新概念的庄园项目，打造一个集全世界为一体的云世纪五洲世界风情庄园，让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实现环游世界之梦。我们云世纪国际控股集团将会在位于马来西亚的沙巴，一片约2000英亩的土地，利用8年的建造时间，花费150亿美元，倾力打造这个史诗级的国际庄园。庄园里汇聚了亚洲、欧洲、非洲、美洲，还有大洋洲的风土人情。亚洲，椰风海韵最游人；欧洲，古典浪漫且优雅；非洲，野生热带大自然；美洲，北昌盛，南热情迷人；大洋洲，自然风光无止境。当中包括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世界地标、历史遗迹、古今名胜，譬如中国的万里长城、马来西亚的双峰塔、台湾的101、日本的东京铁塔、美国的自由神像、法国的凯旋门、澳洲的悉尼歌剧院、埃及的金字塔。这些著名的指标性建筑物是世界的缩影，将来会作为酒店的用途。不同的地区都会沿用当地的特色，包括人、语言、食材，保证让观光人士身临其境，有一种完全置身于当地的感觉。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权利，昨日你的环球之梦，今天就让云世纪五洲世界风情庄园为您实现。